再来哈、哦，破军呢、啊、有一个传统上面哈、哦、会觉得比较差的组合，哦，会觉得比较差的组合，那个破军呢跟文昌在一起，破军跟文曲在一起。破军跟文昌，破军跟文曲。好，这个哈、哦，先讲破军文昌，这个哈、哦、叫做、啊、一生飘荡，好、哦，一生飘荡，就是破军跟文昌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人哈、哦、一生漂泊啊，好、哦，那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我们想说文昌星叫什么 gay 掰的星，对不对？然后破军星的重点是什么？感情浪漫。你到底要感情浪漫还是 gay 掰？都尴尬，对，这样就不好了。我该浪漫的时候，该冲的时候不冲，很多考量，很多想法，很多限制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的重点在于啊，他三方四正之内有没有碰到魁月？他有贵人星提拔的时候。他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当然，那个破军原本就需要了什么天灾宫很好啦、财帛宫很好啦，这种有家世背景啦，哦，这个也一样存在。好，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于说，本来他该大开大合的，哦，破军的问题当然是大开大合不见得会过关，可是你如果现在连大开大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？所以为什么古书会说破军不能碰到文昌？原因在这边。另外一个哈，破军不能碰到文曲，好，这句话哈在书上啊的原文叫做啊，破军暗要北方水中作走，破军暗要。北方水中作冢，冢是什么？坟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暗曜一般指的是巨门星，哦，暗曜一般指的是巨门星，可是在这边指的是文曲星，因为破军跟巨门不会同宫了，所以这边指的是文曲星。那破军跟文曲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哦，很容易啊。在北海道逆水，因为北方水中作种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这样解释。哦，破军暗曜北方水中作种，哦，很传统跟没有念书的解释就是啊，很容易在北方逆水。但是那个北方到底是基隆河，还是小琉球，还是北海道，还是东京算不算北方？对不对？那住赤道的人超衰，他所有的地方都是北方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不能这样解释，哦，而且啊，破军跟文曲会放在一起的几率有多高？太高，对，如果这样子会，就会在水里溺死哦。老师，我改行好了啦，我去那个基隆河捞尸体会比较快。这指的是什么呢？这指的是啊，这三个位置，这个太子丑，太子丑，好，哦，这边属北。这里属水，这里属水，这边算土，可是这个是带到水的土，所以呢，北方水中作种哈，要在这三个位置才算，要这三个位置才算，然后呢，必须要在命迁，还有要在命迁才有，然后还要再带煞，带煞气才有，所以其实条件很严格啦，没有那么容易走。那个有人是这样的连环道，我看我没有那么容易，所以要在这边才算。好，再来破军哈，有一个重要的好格局叫阴星入庙格，只有在这边才算，这里不算，哦，在子才算哦，在午才算哦，在子不算哦，哦，在午是假的，给阴星入庙格，什么叫假的？三
就是出去会被打死的那个将军。哦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算是破军啊独坐很好的一个格局啦、啊。事实上，破军比较好的组合哈、哦，应该是子破的那个，皇帝身边有军队，还有这个独坐的破军。那廉颇呢？哦，五破就不要讲，那机器人几弄砍没掉。哦，那廉颇呢？廉颇指的是那个，廉颇必然是美女，很会放电的美女，所以他的连带的问题是什么？桃花过多。哦，所以好，阴星入庙哈、哦，有个很大的问题啊。阴星入庙很大的问题就是啊，哦，接下来你会读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星曜。比如说午贪破军阴星的入破军的阴星入庙，午贪的午贪格哦，几乎都有类同的状况，就是啊不能早发，不能早发哦，早发的话他人生很容易就大跌一次。那讲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类的人哈、哦，通常聪明能力好有创意，所以他当他运线走得好的时候会一下子就起来了。可是这么的聪明能力好有创意又很年轻，你知道吗？少年得志大不幸，不但是得志向或得志疮都不好。对，所以他如果因为这样的早发，他的运现在走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会有危机出现？他只要早发碰到危机的时候啊，他会没有能力去抵抗他、哦、所以这类的人啊很容易三十岁之前都有发机、哦、通常三十到四十岁的时候呢很容易会跌一跤，然后要四十岁之后才会再站回来。站得回来？嗯，运线好就站得回来。破军的还好，午贪的比较痛苦，因为破军心情上就是一个很 open 的心情，好坏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落差，但是午贪的落差会很大。好，然后再来哈、哦，破军星啊，古书上哈、哦，对破军啊，哦，对破军呢跟七煞，还有贪狼跟七煞哈、哦，都有不太好的形容。哦、总之就是，譬如说破军贪狼逢二宫，七煞贪狼逢二宫。什么叫二宫？二宫是命宫跟身宫，所以就是破军在命宫，贪狼在身宫，或者是贪狼在命宫，破军在身宫，或者是贪狼在命宫，七煞在身宫，或者是七煞在命宫，贪狼在身宫，都会怎样？都会淫乱。哎、那他解释的词不太一样，但是譬如说那个啊。无媒自嫁，没有女生不需要媒妁之言会自动躺下来让你睡的意思，反正都不太好听。无媒自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那个啊，你就是自己会嫁出去。所以其实对于杀破狼的人、哦、就是说这就是他们的价值。当我在爱你的时候，你怎样都可以。对，有那一桶也可以，但一天只有一天而已啊，不是说就一天。每天都真爱啊！没有，他有再遇到下一个。他有再遇到下一个、啊。不要这么看清人家，人家他的真爱也许可以有三个月，不是只有。对啊。那就常常会有这样啊，一下就腻了。可是他要再遇到。那要、啊、都要再遇到啊。他们先遇到，他才会觉得啊，我好像很容易遇到哦。对啊，很容易遇到。就很容易清醒的、啊，就好像就热爱了。他用天你快手看人家。不会常遇到，不会常遇到是运线的关系。大部分的破军都是帅的，或者是美的，当然比较容易上手。当然有陀螺的不算，有陀螺的踏实，陀螺踏实哦。陀螺不打滚吗？没有，因为巨门一般也是帅的啦。但是有情阳的不算。没有，他你要想啊，本命盘讲什么？你的价值观嘛。所以他指的是说，
这一类的人，他的价值观其实是比较不受到社会去规范的，或者比较不会去受那种什么社会制定下来的道德去规范啊。哦，他比较相信他自己内心的想法。那至于他相信他自己内心的想法，跟他有没有机会实现，那要看运线，他不见得有机会。这边有说阴星入庙在运线的时候比较好，那是为什么？运线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躲掉我刚刚说的阴星入庙，就是破军，就是很容易。我年轻的时候就运气很好，站起来就躺跌倒。那不会在那十年中，可能某一年或煞星也是会跌倒。当然也会，可是至少就是有十年啊，就可能就一两年是跌倒哎。对啊，所以阴星入庙碰到煞星就没有阴星入庙。哦，这刚刚讲过，所有的大格局就没有都不能碰到煞忌，对。那反过来说，破军他相对他也有一段时间会有成功一次了。嗯，对，相对来说也是这样。对啊，是啊。是啊，所以本命碰到破军这样子，碰到煞星就永远都不会阴星。是啊。老师，你说那个大格局不能碰到煞忌，是同步才算吗？三方时阵都算，全算。对，很难中，很难中哦。打牌的时候是不是很难摸到青色？对，要很难摸到才会有八胎。